位老僧。那么这个老僧身穿着袈裟的几千层，一要问老师傅年纪能有多大，曾记得他等黄河几等清，黄河五百年等一等啊，他等到黄河那么九等清。老师傅收下了八个徒弟，八个徒弟各的各的有法名啊，大徒弟名叫这个蹦跶的爸，二徒弟名的那个爸跶的蹦的嘛，三徒弟名的那个僧三点，四徒弟名的那个点三僧，五徒弟名的那个风吹化，六徒弟名的那个化吹风，七徒弟名的那个青头愣，这个八徒弟名的那个愣头青。这八个徒弟学会了八种手艺，这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蹦跶的爸会打鼓，八个崩会撞钟，僧三点会吹管，点三僧会捧僧，化吹风会扫地，风吹化会点灯，愣头青那么会交镜，那么青头愣那么会念经啊。这一天老师傅没在家下，这八个徒弟他们合计合计要换工，八个崩那个边打鼓蹦跶吧，边撞钟，僧三点学了吹了管，点三僧学捧僧，化吹风来扫地，风吹化学点灯，愣头青他妈学敲磬，他妈青头愣他妈学念经。哎，你看这蹦跶吧打不来的，蹦跶不鼓，蹦跶跳不来的，蹦跶半松，三点点吹不好呀，三点点管，三点点管不好了，三点点声，风的快也扫不了，这花的风的地，花的风也点不了，这风的快的灯啊。老师傅一见他妈冲冲大怒，要打这徒弟他妈整八名啊。这师傅刚要把徒弟打他妈从后边来了这五位那么云游僧啊，叫一声师傅你个面动手啊，让他们去数后边有一座高高塔玲珑啊，谁要是能数好玲珑塔，无话讲无话明啊，谁要是数不好玲珑塔，今晚这罚跪到三更啊。玲珑塔塔玲珑啊，这玲珑宝塔一共有十三层，那么咱先别问那个第一层啊，这一丈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盏灯，一个木里的一个青，一个和尚一本经，那么一口铜钟子四两，西北风啊一吹，嗡嗡响我的响嗡嗡，嗡嗡响我的响嗡嗡，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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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响的嘛，响了嗡嗡响了嗡嗡响了嗡嗡啊！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一十三层，你数完一层，我这数二层，两张高桌八条腿，这个两个和尚两本经，这个两口挠脖两口磬，这个两个木鱼的两盏灯，两个金铃正好八两，东北风一刮的就嗡嗡嗡响嗡嗡，这个嗡嗡嗡响，这个响了嗡嗡嗡，这个嗡嗡嗡嗡嗡嗡响了嗡嗡。玲珑塔塔玲珑啊，这玲珑宝塔路过这层，来到了第三层啊，这三张高桌十二条腿，三个和尚怎么三盏灯，怎么三个的木里子三个磬，怎么三个那个和尚三本经，怎么三口铜钟，一十二整整西北风一吹，嗡嗡响我的响嗡嗡，嗡嗡响我的响嗡嗡，我的嗡嗡嗡嗡嗡嗡响响响嗡嗡响嗡嗡响嗡嗡啊！玲珑塔塔玲珑，你数完三层，我数四层，四张高桌，这个十六条腿，四个和尚四本经，四个闹脖四个经，四个木里子四盏灯，四个金铃一十六两，东北风一刮的就嗡的嗡，我响嗡嗡，这个嗡的嗡的响，这个响嗡的嗡，这个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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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嗡的嗡。玲珑塔塔玲珑啊，这玲珑宝塔路过了四层，来到第五层啊，这五张高桌二十条腿，五个和尚五盏灯，五个木里子五个经，五个和尚五本经，那么五口铜钟二十两整，西北风一吹，嗡嗡响我的响嗡嗡，嗡嗡响我的响嗡嗡，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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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他妈响了不得响了不得响了不得嗡啊！玲珑塔塔玲珑，你数完五层数六层，六张高桌，这个二十四条腿，六个和尚六本经，这个六口挠脖六口磬，这个六个木鱼子六盏灯，六个金铃正好二十四两，东北风一刮子就嗡的嗡，我响嗡嗡，这个嗡的嗡的响，这个响嗡的嗡，这个嗡的嗡的嗡的响嗡的嗡。玲珑塔塔玲珑啊，这路过六层，来到了第七层啊，这七张高桌啊，二十只一条，二十八条腿，七个和尚，这七盏灯七条，七个木椅子七个磬，七个和尚的七本经啊，这七口铜钟啊，二十八两整啊，西北风啊一吹，嗡嗡响我的响嗡嗡，嗡嗡响我的响嗡嗡，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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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我的响嗡嗡响我的响嗡嗡啊。玲珑塔塔玲珑，你数完七层或者数八层，八张高桌，这个三十二条腿，八个和尚八本经，这个八口挠脖八口磬，这个马个木驴子八盏灯，八个
金铃32两，东北风一刮的就嗡的嗡过响嗡的嗡，这个嗡的嗡的响，这个响嗡的嗡，这个嗡的嗡的嗡的响嗡的嗡。玲珑塔塔玲珑啊，这玲珑宝塔路过了8层，来到第9层啊，这9丈高桌，3尺6条腿，9个和尚九盏灯，那么9个木笛子，9个和尚9本经啊，在9口铜钟啊，36两整，西北风一吹，嗡嗡响我的请嗡嗡，嗡嗡响我的请嗡嗡，我的嗡嗡嗡嗡嗡嗡的响了嘛，响嗡的响嗡的响嗡的嗡啊。玲珑塔塔玲珑，你数完9层，我数10层，10丈高桌，这40条腿，10个和尚10本经，这个10口铙钹10口磬，10个木驴子10盏灯，10个金铃正好40两，东北风一刮，这个嗡的嗡过响嗡的嗡，嗡的嗡的响，响嗡的嗡，这个嗡的嗡的嗡的响嗡的嗡。玲珑塔塔玲珑啊，这玲珑宝塔路过了10层，来到11层啊，这11丈高桌，44条腿，11个和尚11盏灯，11个木笛，11个磬，那么11个和尚11本经啊，11口铜钟啊，44两整，西北风一吹，嗡嗡响我的响嗡嗡，嗡嗡响我的响嗡嗡，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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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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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啊。玲珑塔，这塔玲珑啊，你数完11层，我给你数12层，12张高桌的，48条腿，12个和尚，这12本经，12口铙钹，12口磬，12木驴，12盏灯，12个金铃，正好了48两。东北风一刮，它就嗡的嗡过响嗡的嗡，嗡的嗡的响了响嗡的嗡，那个嗡嗡嗡的响嗡的嗡。玲珑塔啊，塔玲珑啊，我数完了12层，你数了13层，13张高桌，52条腿，13个和尚，这个13本经，13口铙钹，13口磬，13个木驴子，13盏灯，13个金铃，这个52两。东北风一刮，这嗡嗡响嗡响嗡的嗡，嗡的嗡的响嗡的响嗡的嗡，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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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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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啊。玲珑塔塔玲珑来，玲珑塔那没有层，天上看那个满天星，地下看塌个坑，坑里看那个冻着冰，冰上看长着松，松上看那个落着鹰，屋里看点着灯，灯旁看那座位僧，僧旁看那放本经，墙上看钉着钉，钉上看那挂着弓，看招看招不好了，西北玄天刮大风，刮散了天上星，刮平了地下坑，刮花了坑里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灭了屋里灯，刮走了这位僧，刮烂了这本经，刮掉了这墙上钉，刮翻了这张弓，直刮地星散坑平，冰化松倒鹰飞，灯灭松走惊烂，冰掉弓翻一场空，上场来先说上一段摇口令，说的不好你们来点掌声。谢谢，哎，谢谢好朋友给咱来点掌声的支柱啊，感谢大家这里的掌声啊。哎，我姓吉叫吉宗立，我姓张我叫张涛，我们俩是连桥啊，我们俩是亲连桥 啊，因为我媳妇跟他媳妇娘家都是黑龙江省阿城市的啊。啊，今天呢由我们俩作为搭档，给好朋友专门来一段二人转的说口秀。什么叫说播口秀？不唱啊啊！这回咱俩咋整？咋整？地方戏啊，讲究说唱伴舞绝，样样不可缺。哎，说的说好的，说得的，说好朋友们乐乐呵呵的。哎，咱也别说村的，不能说粉的，别说大伙坐不稳的，不能说那挺粗的，别说那挺大的，听完人家害怕的。哎，叫他似秀不秀，含而不露。对，有点小勾当就在里头。对，就怕好朋友们回家一琢磨就偷。叫他金刚钻吊肚子，钻心刺挠够不着挠那个滋味才行的，对不对？连桥这两年没见，这嘴皮子还挺溜呢。那当然了，我是小连桥啊。啊，看我这小连桥长得小，就像那微型似的啊。不，你说了半天，你说连桥连桥老说小干什么玩意儿？你看看你小，你还怕人说吗？对不对？你不，你个人过个人日子，我大小与你什么关系呢？那不对呀，你小就是小。在座的朋友都知道，啊，这古人呢有这么一句话，说是人呢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说是秤砣小压千斤，胡椒粒小烂一斤，酒盅还小呢。在座的朋友，多高的宾朋得把它摆在桌面上，你们家的尿罐子大，来人去客了，谁你二大爷房后去呢？哎呀，这就大有大的好处，小小的功能，胖大的魁梧，瘦小的玲珑。朋友们都知道，骆驼它还大呢，生在大沙漠上，要它拉车它不会，对不对？金光钻小，它能揽瓷器。毛驴子大不大？咯嘎咯嘎，一叫唤大伙都捂耳朵，知不知道？小小怎么的？小耽误你啥了？那你大有什么好处啊？啊，我大有大的好处，对不对？大有什么好处啊？一般的买东西都挑大的买，特别吃的挑多的买。大不单说我长得大，我们家一切物品什么都大啊。你家啥都大？对，你都单说你家什么大吧。我们家啥大？
我是不是跟你吹跟你说大话，我们家门前这棵大柳树长得大长得粗。那柳树要粗的话，也就是几个人抱几抱就能抱，能粗到什么地方？真有意思，那才多粗的小树啊，都不稀得数。我领55个小伙子手拉手才搂上半圈，粗不粗？这么粗？这还不算粗呢，还不算粗。哎呀，就这么粗这棵柳树啊！不过我们家在农村做个年拐子的。那你们家这年拐子该有多大了？你不用问年子多大。我们家有个2岁的毛驴，套上没等走半圈，毛驴子老死了，大不大？啊，那也忒大了。这还不算大呢，就这么大这个碾子拉出那些糠啊啊！不过我们家那老母猪一口喘的。那你们家那老母猪多大呀？我们家那老母猪在南天边吃食，北天边晃动尾巴，大不大？那有这么大个猪？那还不算大呢。这还不算大，哎，就这么大这个老母猪，不过我们家我二哥一把抓的。那你二哥多大呀？我二哥多大？我二哥都不敢站着走道，竟蹲着走道，一站起来把三星顶咔哧一下坐地就歪歪打斜，大不大？这也这么大呀？这还不算大呢。那还不算大，还没我二嫂炕大呢。你二嫂炕得多大？哎呀，我说小连桥啊，你不用我问我二嫂炕多大，我二嫂在炕头生个孩子，往炕梢爬，没等爬到炕当腰，孩子胡长这么长了，你说得爬多少年吧？大不大？那也忒大了。那还不算大呢。那还啥大呀？还没我二哥那大锅大呢。你二哥那大锅多大？你不用问锅多大，刷锅跟你们家的不一样。你们家刷锅搞啥刷呀？我们家都是那种小刷刷。我们家我二嫂得领100个小姐拿着大扫帚上里边刷锅去，刷20年了才刷半圈，大不大？忒大了。那还不算大呢。那还没我二嫂那灶坑大呢。你二嫂那灶坑能有多大？你不用问灶坑多大，掏灰跟你家的不一样。你家掏灰搞啥掏？是搂耙。我们家我二哥呀、啊、得开2台75马力推土机进里边推灰去，康德8年的年纪呢，到现在还没推出来呢。为啥呢？我大烧死了。哎呀，说一段笑话是不是？说点笑话啊。今天咱俩给在座的朋友啊，二人转的讲着这么个形式，讲着说学逗唱是不是啊？对。有的朋友啊，看到李木丁说了，这二人转底裤都是一男一女，你们两个男的上来整啥？今天咱俩就给大家来一个改良新颖的二人转，讲究专门说狗是不是啊？专门说，哎，专门逗的，来个专辑啊！给大家来，这回咱俩怎么的？哎，在座的朋友啊，因为电视机前所有好多的好多的朋友对咱俩也都不陌生，是不是啊？以前呢也出过不少的光碟，今天呢我也又来到咱们美丽的咱们辽源这座城市啊，跟在座的朋友啊相识在我们红旗剧场，非常的高兴啊。哎，一晃啊时间如流水，那么光阴如闪电，一晃几个月的时间没有和在座的朋友们见面了，没有跟在座的朋友们演出，也心里非常的高兴，是不是啊？咱们两个呢也没有什么说的哈、啊、咱们演员呢站在舞台上啊，没有什么奉献给大家了，只能让大家呢带来开心，给大家等迎来了你们的笑声，是不是啊？古人有这么句话，说是笑一笑才能够十年少，愁一愁不吃药，是不是啊？愁一愁白了头啊！哎，对啊，就这样往下继续来，怎么着？那么，哎，咱俩也别管说啊，咱也给好朋友们来点真玩，来点干的，来点根骨的。那么的啊，你也别说你能耐，我也别说我能耐啊，你也别说你不行，我也别说我不行，啊、咱俩也别互相谦虚啊，咱俩那么的啊，咱俩从开天辟地往下捋着说。那你说那意思，咱俩就不光靠嘴，咱俩得活上见呗？那对啊，你光靠嘴不行，活上得见，咱俩活上见高低，从开天辟地没人家那天开始往下说。连桥，这个吧，我首先谦虚的说一句啊，因为你的见识比我广点，哎，不能那么说。你的岁数呢比我大点，吃的饭呢比我多点啊。从开天辟地一直说到5000年啊，对，不能，我难免有些个不懂的地方，您还得多多指教。哎，你少谦虚，那么的啊，咱俩是你先说，我先说。这么的，你先来啊。咱俩一替一番的，一替一番的，一朝我一朝，咱俩一地我一地，哎，咱俩一家一朝的啊！我说一个朝代，你说一朝代，一点点往下捋，捋到中华民国，一气到现在。来吧，你怎么样？这意思就是老骡子挠痒痒、啊，咱俩就一替一替口的、啊，行不行？我一口一口咬你钱家饭啊！我一口一口啃你屁股蛋。哎，对了，哎，好朋友们，能不能给我俩点刺激？
过来过来啊，谢谢，看我这先来啊，来，哎，说的是混沌初分，这个不计年，天连水，水连天，天不像天模样，这个锯齿狼牙一样般。如来佛祖奥妙广，练一口清气，他把天南西北玄天蜡一空。女娃娘娘练石，占卜过天，南方就用这个石头垒，这个北方就用冰雪填。刮南风保准热，刮北风保准寒，南方热北方寒，这个不冷不热属的中原。人人都说是中原好，君子无钱处处难。那武当老祖安星斗，他把那东斗三星，西斗四星，南斗六星，北斗七星，子午丙星安排全。安天就像房子一间，东西未陀，南北未领，日月好比总人重关，而日出子卯门开放，这个日落西山门半关。一片浮云防薄墨，四百八十万星走房子山，三星出来分上下，只许星出来不见冬天，金星银星分四季，水平星幺二三，一到天河分两岸，那个牛郎织女把河看，伏羲四老祖驮八卦，太极图上风与俱全，玉皇爷留下了龙驹凤辇，王母娘娘留下了女配男，仓颉造字传天下，五音六律石矿边，神能侍赏药，品尝百草留下苦辣的酸甜咸，大禹治水一十二载，世界上留下这个九江八河五湖四海三山六水一分田，老君留下了打铁匠，那木匠本是鲁班船，吕洞宾留下了吹鼓手，青云童子留下了广乐丝弦，风魔王留下了个妖灵鼓，云魔王留下了妖灵盘，唐二主征东留下了烧香纸，家家过年供神仙，咱们家家过年都要把老祖宗供，保佑这个男女老少一年四季保平安。这阴阳一反风二意，二意就把三才添，三才分为天地人，人皇老祖四象男，四象分为东西南北，北为癸水五行男，五行以上天六律，这个六律以上七星全，七星以上挑八卦，而这八卦图上风雨俱全，哪一位好朋友你们谢透，我说这叫安天才，便是长生不老仙。想当年沈公豹宋太阳就在这个扑桑国，老佛爷打坐就在昆仑山，要问这昆仑山能有多大，不够红军老祖三道盘，要问红军的老祖道行能有多大，他本是三个混沌取蛇成的仙，一个混沌多少载，一个混沌正好十万八千年，言不尽三皇五帝意义深远，尧舜禹汤四乘船，殷纣王本是商朝后信从妲己乱江山，自从打苏妲己封进了正宫院，才留下十不该万古流传，一不该苏妲己封进了正宫院，二不该修炉台晃花民钱，三不该造船陪文武遭难，四不该杀江后太子喊冤，五不该拿老少砸骨验损，六不该抛孕妇验女的又验男，七不该讲洋刃挖出双眼，八不该的比干丞相摘出心肝，九不该摘心楼前设摆妖艳，十不该黄飞虎逼反五官，五成王到西岐细说一遍，那怒恼的姜子牙下了昆仑山，渭水河旁垂钩钓，垂钩钓鱼不求弯，文王夜梦飞熊照，梦见了棺椁吊在金兰，赛玄生来的会圆梦，叫他们文武访贤来到江边，那文王信了赛玄话，文武访贤到江边，姜太公上了龙驹凤辇，文王拉纤了武王驾辕，拉他八百单八步，姜太公保他江山正好八百单八年，文王宴驾武王坐，西岐国里他兵令难，姜太公挂了一口元帅任，杨二郎李哪吒封为了先锋官，伯夷素骑扣马剑，双双饿死守阳山，后来火烧的宅星楼一左，殷纣王自焚烧死在楼里边，那剑斩妲己废了命，江山离离拉拉归了周朝年。周灵王二十一岁生下孔夫子，他本是古代一位帝王仙，全名叫一部诗书的冰铁剑，这周游国里民自安，这一国分为十八国，刀兵滚滚起狼烟，秦穆公摆下了临潼会，遣出来南国的大将叫武元，单手取取千斤顶的各国的王子心胆寒，最可叹保国的忠良将，这八匹劝草双眼弯，齐国的娘娘
北是你们钟无艳，他北是某日新官蒋林凡，小白猿偷桃天书篇，天书县这孙膑得了我的天书篇，这得了我天书不要紧了，到后来孙膑的双足没掌权，六合春秋明王简，秦始皇登基坐殿坐了见金兰，三次灭孔他没用啊，修下了万里长城名叫那么山海关，这南修五里挡寒水，这北修五里挡泥丸，秦始皇先无道后有道，楚汉相争民自安，这萧何月下追韩信十面埋伏着九里山，韩信的滨州啊无有对手，力比霸王自刎那么就在乌江边，那么汉高祖啊要把南阳下行走路过了芒砀山了，芒砀山前遇怪猛，那么口吐横骨说咽咽，这汉高祖一见来了气，这唰啦啦鲨鱼鞘内抽出了剑连环，怪猛说得斩我的头你斩我的尾，汉高祖说了斩头斩尾怎么言，怪猛说你要是那么斩我的头我穿你江山头一地，你要是斩我的尾我就穿你江山末尾年，汉高祖说的不斩头的不斩尾，讲把怪猛的腰断山，这斩了怪猛的不要紧，儿孙的后代解仇冤，科武丞相的把山下，这刘秀走果的下阳关，这刘秀走果年幼小，神人指路跨虎登山，跨虎登山非容易，那么二十八级降下天，大汉江山无真主，又出来董卓赚大权，那么夜入皇宫七圣子，内家天子外家官，这王允小定的连环计，现出来美女叫貂蝉，明许董卓为妻妾，暗许文侯李奉先，为什么以女许配父子俩，那么让他们的父子不和登峰吃猪乱江山，大汉江山无真主，又出来桃园结义弟兄三，头一位那么大树楼前刘玄德，的二一位山西蒲州关胜贤，三一位涿州啊范阳的张翼德，那么弟兄结义在桃园，赵子龙那么一砍长江保阿斗啊，诸葛亮六丁六甲赛神仙，大汉江山那么赛铁桶啊，只因为小阿斗扔的一文不知这半文钱，四马破曹亏大进了，马乾隆走果一十八年，马乾隆啊走果那么年幼小，神人指路跨虎登山，跨虎登山非容易，二十八区降下天，我一言言不尽，三皇五帝一一身影，江山的离离拉拉相隔六百年了，归了隋朝年，大隋朝的太子名叫杨广，这小子是邪门大，七娘奸妹，杀父夺权，七娘奸妹图一快乐，杀父夺权了为江山，有秦琼夜把登州打，罗成扬州夺状元，程咬金探地穴探出了五花棒，棒打杨广解抽冤，这才引出来这个李世民宫门挂玉带，留下美名万古传，二世相隔三百载，江山离离拉拉归了的大唐年，唐明皇那登基的坐柳殿，李太白醉酒的骂金兰，后来就轮到了那哪一地，轮到了这一代女皇，名字就叫武则天，武则天登基坐柳殿，这文武大臣死的冤，后来火烧越王庙，柴王老祖掌江山，大唐朝江山呢就专门江山归了大宋年，大宋朝坐下皇帝名叫赵太祖，带酒登了殿金兰，赵太祖身得病，龙床以上身欠难，正赶上二弟太宗来探病，哪知道这小子探病他们内藏奸，用金簪扎死亲哥哥赵太祖，兄弟夺了哥哥的权，拔地为宗登大宝，四党四寇捉地欢，李四党高俅童贯钻朝政，外四党蔡京杨戬捉地欢，怀兴府反了公子名叫王庆，宋江存兵在梁山，石秀卖财就在这个祝家寨，小燕青打擂的够奔府太原了，武松单挡秦芳，拉着个岳飞大战牛头山，又出了个卖国奸党名叫秦桧，要害包裹忠良贤，假造金牌一十二道，调回岳家父子三风波亭上去审问，最可惜岳家父子死地可怜，佘太君辞过曹打过战表，居家要回西凉藩，多亏了八辈贤孙名叫杨金豹，破了荆州府这左关，佘太君辞曹咱不表，东京汴梁被水淹，秦桧奸党卖了果，江山那个离离拉拉归了元朝年，大元朝家家都把达子供，哪家不供的被刀餐，八月十五杀达子，达子将算离离拉拉就算了罢了元，大元朝江山那么讲几句，江山这个离离拉拉来到了明朝年，大明朝坐下皇帝叫朱洪武，马氏娘娘心亚坚，最可叹包裹的那些个忠良将，庆功楼里头被炮掀，大明朝坐了正好十六帝，末帝轮到了崇祯年，崇祯有道无有府，最后吊死在眉山，李自成打京进，登基坐殿正好十八天，而大明朝的江山就算满，江山离离拉拉来到了清朝年，大
清朝袁世凯穿红线，让他儿子掌江山。他的儿子软弱难治国，外国人家进鸦片了，欺压了中国。咱林则徐烧鸦片，英勇无比。又出来个革命者，名字就叫孙中山，在广州立下了黄埔军校，有许多的国家干部在里边。在当时，李大钊本是这国家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呢都是委员。1921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日子就在7月1日那一天。1927年秋收了七柳驿，毛泽东带领红军上了那么井冈山，他跟朱德、惠施这么在一起，才留下这中国工农的红军第一团。是从此后，井冈山就是革命的根据地，才留下兴盛之火可以燎原。1931年，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整整14年，打金米、骂白面、管老太太要鸡蛋、抓劳工修丰满那个奉是卑微稻米山。毛泽东派来地下工作者，名字就叫刘志丹。1945年的8月6号，美国给日本鬼子放了一颗原子弹，他把这日本鬼子打跑了回家园。日本鬼子回家，咱们呢先不表，单表表蒋介石的搞内乱了，捉地更宽。毛泽东啊，派来了朱总司令手下几名的司令员，徐向前打华北，英勇无比；叶剑英打陕西，炮火连天；有贺龙和陈毅英勇奋战；刘伯承、邓小平来之寨的大别山。咱们东北有了依靠，又出来的林彪，还有的罗荣桓。罗荣桓指挥了辽沈战役，他把蒋介石打跑了回台湾了。蒋介石回到台湾没有胜果，他和杜鲁门就勾搭连环，勾搭连环要侵略朝鲜。他把这第七船队开进海湾。这毛泽东啊，看破了习仲义的抗美援朝理所当然。再说1950年，这彭德怀带领着八路军就把这鸭绿江来过，他把这鬼子打出38县以南。在1951年，刚刚实行了婚姻法的男女老少都有这婚姻恋爱自由权。1953年，志愿军回辽国，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建设家园。1954年，搞初级社、高级社就在1956年。1957年，全国的发大水，大好河山被水淹了。我说此话你不信了，那年怎么耗子就在苞米杆上把吊悬了。1958年的大跃进了，抓麻雀捕老鼠啊，土地深翻。在1959年，苏联的赫鲁晓夫上台翻了脸，他让中国还他的钱，要是能还上了苏联债，无话讲了无话言；要是还不上苏联债，那么他跟中国没个完。周恩来也发下了冲天恨了，这一心了还上了苏联钱了，这一还钱不要紧的，挨个就在60年，男的下地干活的没有劲儿，老婆孩子下地就把苦菜弯，家家吃的曲磨菜，锅里蒸的苦菜团。来到了秋天，没有粮食用，这苞米秧子淀粉的当饭餐，大人拉屎都干燥了，小孩拉屎烂叫唤。这一挨饿不要紧了，饿死了黎民百姓能有着万万千了。这样的挨饿为什么要忍受啊？就是这为了不该苏联钱。那么1964年搞社教文化大革命，就在1966年，许多干部被打倒，红卫兵到北京啊也搞串联。那四人帮在当时也在胡乱搞，毛泽东就在这两可之间，毛主席交下了亲密的好战友。但林彪这小子狗吠狼奸，手拿雨露天天乱喊，这外受乌江喊的欢，这声响林彪是好意，没料想这小子篡党的要国权，害毛主席害两次没害死。周恩来看破了巧机关，这林彪一见事不好，全家老少忙得欢，这偷偷上了山岔底，在温布尔汗一命完。毛泽东为这事上了一股火，这四十就在1976年，毛主席死后轰动了全世界，全国的人民泪涟涟。毛主席死后本是华国锋上的台来执掌工作，他把这四人帮打入牢监，这华国锋做了这头一位平平安安过5年。这就是邓小平上的台执掌工作，这三字一包人人喜欢，农村都实行了包产到户，但是有许多坏人在里边。都知道1989年天安门前搞动乱，为的是篡党要夺权。刚开始大学生啊绝食不吃饭，到后来打砸抢捉的欢，损坏了不少的伟人像，那么邓副主席脑心间这忍无可忍了，发下了一条的军事令啊，他把这内蒙古的武警那么调进关。内蒙古武警调进关，天安门的事件算平息了最可叹内蒙古的武警死的冤。有一个排长名字就叫崔果正啊，烧死就在桥上边，党中央为他开了追悼会，把他的骨尸
运往到八宝山，而就是江泽民上台来执掌工作。亚运会就在1990年，在1991年南方发大水，还淹坏了不少好庄田，铁路公路通通坏的，停车能有8-9天。1992年全国粮食大丰收，转眼来到93年。1993年这一年可不一般，本是毛泽东啊诞辰的100周年纪念日，我要是不说人们都知全，毛主席死后的放心不下，变一个石头人就在海南省少校毛公山。现如今毛公山都开了放，许多华人呢在里边。1994年科学家鉴定说是木星彗星要创价，全国的人民心里发烦，真要是木星彗星创了价，整个人类串玩完，叫一声朋友这别害怕，这本是地球上的一大谎言。1995年哈尔滨召开了一场亚冬会，那么一开有10多天，是因为95年了干旱没下多少雪的，因工背雪花了这不少钱。1996年物价涨的，转眼来到97年，这一年这一年可不一般。97年了正是香港啊回归咱们中国，一国两制就在这7月1日那一天。1998年过去了，转眼来到99年，99年了澳门回归就在这一年。1999年过去了，迎来了2001年。2001年有的朋友说今年本是世界末日，叫一声朋友这别害怕，这都是李洪志法轮功造的谎言。上台来那么说了一段开天辟地，一直说到今天的全本一部的大纲线。好好嘞，赖大家多包涵，怎么样？谢谢。哎呀，过去的东西都成为历史了。哎，什么就是成为历史这些典故了，在日常生活中啊，什么都有典故。对，你像咱们人与人之间啊，为什么说男人跟女人要结婚？为什么过就离婚了啊？啊，说大宋朝的皇帝怎么当上的？啊，说为什么九里山前韩信活埋母？那你说韩信的缺心眼把他埋上了，啊，把他妈埋上了，对不对？这都是有典故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咱们最简单的，家家养着小鸡儿啊，你说他哪来的？咱们今儿就求求这个汁儿啊，你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事儿我还真整不明白。哎，你说是先有鸡？哎，你鸡是鸡蛋里孵出来的啊，哦。你要说先有蛋，蛋是小鸡儿下出来的，哦。但谁先来的？为什么不管多大岁数都管小鸡儿叫姑姑？那都为啥呢？啊，为什么小鸡儿下蛋脸骚痛痛的嘎的两声？啊，你看我，你解释解释这个小小的典故啊。哎，这个还真不知道。就是在混沌年间啊，有这么哥俩，他哥哥呀就娶妻生子了，妹妹没嫁汉。有一天他这妹妹上山采药去，回来你说虎了吧就怀孕了，过去人封建守旧，当哥哥一看妹妹没嫁汉子就怀孕了，这还了得，你这败坏我门风啊，你这叫偷情啊，就打他的妹妹，三打两打一下把妹妹就打死了。他妹妹啊就死不瞑目，总想法给他哥哥托梦，说哥哥，3天头你圆坟你烧完纸啊，你千万把坟给挖开呀，你看坟里边有啥把啥拿家去，高炕头捂上，除了啥就是啥。他哥哥醒来一看是个梦，说难道我妹妹真去上了吗？好容易挨到第3天头去圆坟去了，到那烧完纸一狠心，按照妹妹的吩咐把坟就给锯两半，在里边挖出俩这么大滴了圆的啥鸡蛋，先有的鸡蛋，回家按照妹妹的吩咐，高炕头就捂上了。时间一长，温度一上，出来小鸡崽儿。因为他哥哥有小孩，小孩个不高啊，就像你这样，他不知道是啥玩意儿啊。这孩子就问了，说：“爸爸，这啥玩意儿？”我就告诉说：“孩子，记住啊，这是你姑姑变的，从今以后你应该给管他叫姑姑。”就一气流传到现在，咱们管小鸡叫姑姑。那你说小鸡为什么下蛋脸骚痛痛的，嘎子两声，把他一趴了，哥打死的，哥打死的，他哥给打死的，就搁这儿来的啊。谢谢啊。哎呀，那你说那短故，那我请问连桥，哎，你说咱们东北民间的二人转已经传到好多好多的年了，但是二人转是谁留的你知道吗？哎呀，这个你还真把我问住了啊，我研究这些年真不知道二人转这个小典故在哪来，那你给解释解释。你看连桥，你说你知道，你说你这小鸡儿这谁先有鸡先有的蛋啊，这小鸡下蛋为什么叫咯哒咯哒，这个你懂，但是二人转你可就不如我了。那你说二人转呢，咱们是本身是搞戏曲的唱二人转呢，我这琢磨二人转是谁留的，你一天的广知的唱，你连二人转你都不懂是谁留下的，我听我给你讲讲啊。二人转呢，据我爷爷听说啊，是乾隆爷下江南留下的二人转，说是谢太平年间乾隆爷没啥事，带领着文武大臣没啥事就旅游去了啊，游山逛水，就是往前走，文武大臣在那保护他，走走走走的来一个荒郊野外，天色已经就暗下来了，
要黑天了。皇上就说了，咱们原地该休息了，前边就不能再走了。那个荒郊野外上哪去休息的，正好有一座古庙，皇上就在这古庙里安下了龙身。在那里正睡觉的时候啊，三更半夜，也就12点多钟左右吧，就听外边呱呱呱呱呱呱叫唤。这皇上啊，在宫内呀、啊、都安静惯了，领不丁有这个杂音呐、啊，他这睡不着，休息不好，就醒来，就告文武大臣，外边什么东西呱呱的叫，惹得朕不得休息。文武大臣在这出来看看去吧，荒郊野外呀、啊，都是一些草甸子，那里呀、啊、都是些蛤蟆叫。这文武大臣说，这都是蛤蟆吗？但是来到外边来了，来休息来玩来了，讨皇上喜欢。打算跟皇上面前逗个小玩笑啊，回来就没说是蛤蟆。这文武大臣一进屋就说，启奏皇上，外边是一帮唱二人转的跟那叫唤。这皇上一听纳闷了啊，在宫内你是什么歌呀，什么舞啊，琵琶呀，我都听着过，唱二人转我还没听着过。正好说，朕呢已经休息的差不多少了，你把长安传的请到这儿给我唱一段，朕要开个心。这一下子厨师拍的屁股可就坏菜了，撒谎欺君之罪就等于杀头之罪啊，没招啊。文武大臣蔫的巴登的捏鼻子就得抓蛤蟆去吧，上草甸的扑噔扑噔就抓蛤蟆去。这蛤蟆蹦得快呀，扔全蹦水里去了，抓不着啊，回来没法交叉啊，垂头丧气就回来。这一回来，嘿，正好碰着这么大个王八跟着爬呢。这文武大臣说呢，好家伙，今天我就拿你钉钢吧，是吧？提着个王八就回来了，一进古庙一迈门槛就说，启奏皇上，哎，唱暗传全跑了，就剩个吹喇叭的让我提了回来了。哎呀，讲个小地方戏啊，哎，就是这种形式啊。哎呀，说是唱着唱着说着，是我们说笑话，就像咱们各家炒菜高位素似的。哎，你要不搁在这玩意儿，它没滋没味儿，对不对？是人生一世啊，等于草木一秋哈。对，哎，说人生一世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不有那么句话吗？说人生难活36000天，住房就需要3尺宽，攒下了金钱几百万，你走后拿不去一文钱。所以说人生一世要看准，是吧？所以说该吃吃点，该玩玩点。有的朋友说了，我不能烂玩，我得有江山打事业，没错了，对不对？不在你耽误你正常的生活相关是生活的情况下，该玩就玩一点，对不对？世界上九色财气，就是不可强耗，也不可不耗。对，有的朋友说了，这辈子我不好喝酒。有的朋友说我对色上不行。有的朋友说我从来不贪财。有的人说我从来不生气，就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贪；气不找人，人生气；钱不找人，人找钱。这句话，连桥，请问你说对还是不对？但分你咋说，这玩意儿可以两头堵，你说对也中，说不对也中。要我说这四句话，咔咔枪毙，枪毙，是为啥？你给解释解释。酒不醉人，你喝的少，那对。你有1斤量，你喝它5斤能喝着火了啊！说是色不迷人，你没遇着机会。对，要遇着机会，那我也干啊！说是财不找人，说是人找财，这句话的确是对的，对不对啊？但是人生一世，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对不对？就像连桥咱们俩似的，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面对着各位嘉宾演出，还有电视机前所有的朋友们，一呢是给大家开心，第二咱们俩是为来一点生活来源，是不是啊？对，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养家糊口嘛，都知道没有办法赚点钱。接下来呢，就是这个九彩财气讲到这儿了啊，接下来给大家来一段九彩财气，不可强耗，也不可不耗，是不是啊？给大家来一段九彩财气，行，来九彩财气啊，来了，来。哎，你来是我来，你来我来啊，来吧，给大家来说一段九彩财气，你看究竟有什么好处，还究竟有什么坏处？耗多了是吧？好处耗散了，有耗少了，有多大的坏处？是不是啊？这玩意可以两头堵啊，也是劝一方啊。哎哎，
说是这金翡玉翠价虽高，这光阴似箭，那么金的刀，这日月穿梭催阴老啊，太阳佛三道金光打人挠。说是这爹要英雄儿好汉，这爹要远要儿闹包，妈要会扎女会绣的，妈要风流女必飘，妈要是文明啊，当女儿就典雅，妈要是风流女必飘。说的是在座的朋友们呢，压眼的落刷住啊，听我把酒彩财气简简单单对着大家往下瞧。说是这好酒之人分为两等，那么有君子有孬包，君子人要好酒三杯两盏就算拉倒，小人好酒礼不高，明明他有三杯量，酒席宴前五杯敲，五杯超，那喝醉的酒不要紧，趴着养狗小狗嚎，遇见了君子把他让啊，遇见了小人定打不饶，那么上打三拳下踢几脚，第二清晨一看兜里钱包不见了，到那时候你才想忍呢，那时候想忍也晚了。这本是好酒之人，我讲过，听我把好色的往下瞧。君子人好惨好色，娶妻生子就算拉倒，这小人好色礼不高，自己嫌弃他不恋，别人的嫌弃他搂着，这一搂搂到春三月过了河，这种种性病招上了，未曾走道不敢走，就好像这垮车不倒有人招，这三六九一旦要犯了病啊，蹲在墙根哪嘎刺都往哪儿挠，活像一个猴啃槽。到那时候你才后悔呀，那时候后悔也晚了。这本是好色的，我讲过，听我把好财之人往下瞧。好财之人分两等，有君子有孬包，君子人要好财正出正入，这小人好财礼不高，不是头驴就倒马，带不上车嘎肩包，干着干叫胆量大，这隔墙就把窟窿掏，倘若一时犯了法，这官府衙门不能饶，到那时候你才后悔，那时候想忍也晚了。这本是好财的，我讲过，听我把这好气的往下瞧。好气之人也分两等，这有君子有孬包，君子人好气自消自灭拉倒吧，小人好气礼不高，这别人打仗他动手，不是拿砖就动刀，倘若是三刀两刀把人打死，杀人偿命，现在还钱的官府哪么不能摇，你抓入打入了死囚牢，单等八月中秋后啊，枪子儿底下算报销，死到临头才后悔，那时候后悔也晚了。这本是求财财气，我讲过，我劝在座的朋友们总要记住，你引字引摇字摇，总记住的引字倒比摇字高，在摇字头上的三滴水，引字心横一把刀，在座的叔叔大爷也得忍呐、啊，忍的是你到老了子孙万代把你陪伴着，老大娘也得忍呐、啊，忍的是现在的时代呀，儿媳妇面前千万你要少叨叨，在座的大姑娘也得忍，忍的是那苗龙刺凤好好学，尖爪碰闸都学会，到婆家不能就把你下眼瞧，小学生也得忍，那忍的是好好念书别逃学，你念书念到龙虎日，哪怕龙门万丈高，这文官能引戴纱帽，武官能引手端刀，这姑的能引住寺院了，和尚能引别跑骚，在外边干活的打工的厨弟的都得忍，忍的是你挣两个钱得往家烧，在外边别打兔别拿毛，别让小聘靠干了，像我们唱二人转的也得忍，忍的是那个挣两个钱揣腰包，一到老了不能唱的，趴着炕着哼哼哼哼养伤劳，哎，说的是江洋路上一颗蒿啊，胆大狸猫啊，就把这老虎教的穿山越进秦交会啊，唯独有啊上树一招啊，他没教啊，这一日老虎这里府中饥饿的叫声，师傅要听招啊，来来来把你的皮肉给我，那么嚼一嚼的老猫一见事不好的嗷的一声上树梢啊，老虎这里忙开口啊，叫声师傅啊，要听招啊，穿山越进全交会的上树这招咋没教啊，老猫树上啊落下了这伤心泪的叫声，咯要听招，我这招要是交给你，我两皮带肉不够你一口嚼啊，劝民工啊在外边别交一些无益友啊，口塞砂糖啊舌塞刀，当你面前说好话背后给你哭了瞧啊，谁言不是都这样，教徒弟多多少少留一招，刚才我又给大家说了一段酒色财气张弓白引四个字，好好赖赖的鼓不鼓掌我不挑，好，谢谢啊。
哎呀，我这小连翘是霸道啊，这小嘴叭叭叭真能说呀啊！哎呀，这个九彩财气啊，就是不可强耗，不可不耗。对，这玩意儿九大伤身的。哎呀，这地方戏这玩意好啊，你看都是一个劝人方，老少爷们能听得懂。对，哎，非常通俗，都是民间一些大实话，吸收一些民间的一些小笑话。哎，笑话跟笑话不一样，哦、咱们把它拿到台上来，给它艺术一下子，夸张一下子，大伙儿听就哈哈一乐、哦，对不对？哎，刚才他说的，人呢、啊、这3万多天不容易活。对，这人呢、啊、是盆中的鲜花啊、哦，工作是苦命的挣扎。房子是临时的住所，骨灰匣才是你真正的家，死了都得进到骨灰匣里去啊！这回咱俩咋整？咋整？哎，给大伙说点小笑话 啊！哎，笑跟笑话不一样，因为啥呢？就是人，你尖不等于你聪明啊，你傻不等于你缺心眼啊，就是啥呢？就是一样人，老实人说话也招乐子啊，也有不招乐的。你比方说，就像。咱们俩啊，你爹就是啊，小老头非常小，长得非常老实啊啊，说话的就招乐子啊。他们家呀，原先在农村住着，农村呐条件不咋太好，住两间小房，南北大炕啊。他爹呀在南炕住，他大哥跟他大嫂北炕住。啊、因为啥呀？他大哥呀28岁娶媳妇，他大嫂29生孩子。这女人生孩子岁数大，费劲，她难产。在北康撂着慢着，憋挠挠瞧叫我，你像他爹懂事当老公公，你就躲出去呗。不的，这儿媳妇憋挠挠瞧叫我，给爹急得直抓摸摸直跺脚直咬牙。你说儿媳妇生孩你当老公公，你还能给使上劲那玩意儿？我就拿这门啊，他妈老太太懂事，他妈说你看你这老头，儿媳妇生孩憋挠挠瞧叫我，你说你帮使什么劲呢啊？你出去找小家，你瞅你急那样，等儿媳妇把孩子生下你再回来。他爹老实听话。一听说出去找媳妇，夹行李卷，撅撅就走了。啊，正好我在外边溜达玩呢。哎呀，我一看，我这老张头，我说干啥的？你这扛行李卷说啊，我出去找媳妇去。哎呀，我说你们家南北大炕，宽着大屋，你怎么还出去找媳妇了呢？那不弄事吗？这老实人说话就着乐了。俺们家今晚儿媳妇生孩子难产，憋挠挠，瞧叫唤，这不硬把我挤出来了吗？你看，你看说是不是着乐了？是吧？挤没地方了，接什么话呀？其实啊，话呀分谁说，有的我们演员呢在台上啊说一句话，可能给在座的朋友们就说恼了，可能那一句话呀就给在座的朋友说乐了，是不是？其实现在呀，我在外边啊流落江湖已经好多年了哈，这两年呢说话还比较会说一点了。以前呢大家都不了解我，因为我生在一个偏僻遥远而又贫困的三村，是不是？也走到了这灯红酒绿的城市，能登上了大雅之堂，面对着各位高档的嘉宾为大家演出啊，我一生中是我做梦都没敢梦啊，都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呢是美梦成真了，就因为我这不会说话，我说的我在乡下根本就没有人给我媳妇，知道？就用这事儿，我媳妇都黄多少啊，知道？头一次有，我记得我是处一个对象，头一个对象时候哈，哎，我记得我家呀，就是爹妈都说了啊，你到那嘎、你少说话，你不会说话，尽量你装哑巴，你到那嘎、就听我的一切演练形式啊。我记得我头一次上我老丈人家去那个相亲去吗？啊，他说去啊，干啥事来？我啥也没吱声。我当时我就呵呵乐，这该谁点烟呢？这该抽烟呢？这啥？我啥没吱声。我干啥？我老丈人说：“咦，你都说这孩子，你说这长得小，都说他傻，这孩子不傻，挺文明啊，多文明啊，都不会说话，你也不会说话是吧？多老实，哎，你这才本分人呢。好歹呀，是把媳妇就是这才整嫁了，一晃啊，结婚。”结婚一晃都有半年多，能有5-6个月了。那回门呢，我也记不清，因为我也不敢上老丈人家去啊，我也不回去。有这么一回啊，我老丈人家有事啊，我老丈人过66大寿，我大伙都回去了。回去我爹呀，临走的时候啊，就告我，他说：“小子，你当着你可别啥都说呀。他问你话呀，实在没招的话吧，你就往爹上揽，你就说呀，这事我不知道，可能都是经我爹一手办，你回家问我爹去吧。”啊，我啥事都往我爹身上支，啊，我是说记住了，我就去了。我今天往那单位就一坐吧，哎，我老丈人挺热情，说孩子来了，哎，往那就说我老丈人这炒菜，炒的吧。我老丈人说涛啊，听说你家今年又开了2晌地，我说的这事儿吧，是我爹经我爹一手办的，你回去问我爹去吧，这是。
啊，我老大说也要行啊。我待会儿我小舅过来了，说姐夫，听说你又弄台摩托啊。我说的谁道呢，这事都经我爹一手办的，你问我爹去吧啊。啥事问我爹去，要不说是这无巧不成书呢。这功我老丈母娘进屋了，坏事坏我老丈母娘身上，没啥事你问我啥还不好是吧，他把我弄一边了，说是过来说你媳妇怀孕了多长时间了。我说这事我不知道，我经我爹一手办的，你问我爹去吧。这人说话随根啊。哎呀，我闹爷爷，我这奔一个沟出来了，完了当时就慌了，没找着。哎呀，说完两个小笑话之后啊，说两个笑话啊，咱俩还得给大家，哎呀，还得往下来，就为连桥啊，哎，你来一个，我来一个啊，来一个，因为地方戏啊，特别是农村的朋友啊，都非常喜闻乐见，都挺爱好地方戏啊。我就此机会呢，我再给你说一段农村的嗑啊，因为农村呢、啊、都以只种地为生、啊，我说一段这个一年四季春秋虫鸟鸣，给大伙来一遍啊。来，虫鸟鸣这个不好说呀，说的是三四月份草发青，有一个屎壳郎子正在这个讲此评，正是屎壳郎子来算卦，有一个蚂蚱的知了声，走上近前把师傅叫着，口尊师傅要听清，你算我多攒生这个多攒长，赶到什么时候大运通，赶到这个什么时候交旺运，什么时候命归阴成。屎壳郎子闻听这个不怠慢，小爪蹬楞蹬楞，他们好几蹬楞，出言便把这个蚂蚱叫，口尊上蚂蚱的要听清，我算这个正二月份没有你，三四月份把你生了，五六月份交好运，这七月八月大运通，这九月十月交霜降，三场白露吹柳灯，这算地蚂蚱心好恼，刺啦一声小膀一扇飞进草窠中，那么夜晚得个气恼伤寒病，第二日清晨命归阴城，死一个蚂蚱就要除病，来了一个知客名叫这个沙沙虫，八个蚊子吹鼓手，八个春顺来命经，八个扑了蛾子来穿孝，八个虎铁来劈铃，有葫芦蚂蚱就把这个厨房进，扁担钩子挑水不消停，萤火虫把火点，瞌睡虫撵兽丁，拉拉鼓就把杠子欠，三十二个蚂蚁来抬铃，抬着蚂蚱他们就要下葬，后跟着刨坑的大刀楞，人马拖拖把山下，惊动了空中的众猛虫，猛虫一见他们心好恼，死一个蚂蚱作个天红，猛虫这里我就不带慢慢的，一到南山去搬兵，搬来这个蜜蜂马蜂打前站，后跟到鸭梁运草名叫这个蝎子精，那蜜蜂他把兵将带来了六十六个绿豆营，这个马蜂也把兵将带来了八十八个大虾蟒，人马拖拖往前走，惊动了房檐底下竹柱精，竹柱撒下了天罗网，扣住了南山的众猛虫，蜜蜂钻进了天罗网，扣住了六十六个绿豆营，这个马蜂钻进天罗网，扣住了八十八个大虾蟒，当时吓坏了哪一个，吓坏了鸭梁运草名叫蝎子精，蝎子一见蝎害怕，二次回山去搬兵，在南山搬来这个金丝鸟，国外搬来大鹏鹰，水老哥咕咚咚咚放了三声炮，猪罗麻雀的不消停，高山的楼罗叮当响，凤凰大人要出城，人马拖拖的把山下，后跟着鸭梁运草名叫野鸡精，当时吓坏哪一个，吓坏了房檐底下竹竹精，竹竹害怕就要跑，一旁急坏野鸡精，竹竹跑野鸡撵，就好像那么正月十五走马灯，只听咔嚓一声响，竹竹一命归了阴城，上场来说一段春秋四季虫鸟鸣的小快板，好好赖赖你们将就听，谢谢。哎呀，连桥不错啊，哎呀，这嘴真有尿啊，有料，你这什么话呢，有尿有料有料，这两口子你都不会说话，你看他这样式，他们家都这样式的，他们家原来在农村住的啊，农村你相信他底下有四五万块土匪钱，这俩钱烧的，你干点啥不好，你回农村包机场地中，在你上厂里包小工厂，一年到头不都是一笔收入吗、啊、他爹跟别人想不一样，改农村大队呀，包个铁匠炉啊、哦、哎呀，这爷几个打锤打出那东西像说话似的，他大哥长大锤子，他二哥长二锤子，他爹长小锤子，他爷是拿大铁钳夹大铁筷子，这爷几个打锤子有意思，他大哥抡大锤说，大哥你当王吧，你当王吧，他二哥小眼撒不撒，哎呀你咋骂我呢，二锤怎么就轮你说，我不当
我不当。他爹一看这俩哥俩要打仗，紧忙把小春拿起来，说当就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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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就当。他爷一看这玩意挺有意思，拿大铁钳加大铁块，说你不当我就当，你不当我就当，你不当我就当，你不当我就当。玩儿呢？啊？哪挨哪儿啊？这是？哎呀，你老说我这种家家卖烧酒，不露是好手。哎呀，你也别说我那事儿，知不知道？你说刚才又说我爹了，这是谁爹也都是不太聪明，因为过去呀、啊，生在旧社会，都会说话的很少。知不知道？咱就不说啊，我连桥，我俩为什么说连桥呢？我俩呀都从彼此在一起住啊。他家里的以前呢，生活也不算那么太富裕，是不是？对。但是呢，都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供他这个大哥呀念书读书啊。他大哥上大学的啊，上大学没啥事，没着也就是差了一分半没考上，在家里头没啥搁这待业呢啊。他也家庭非常贫困的，他家不像我家南北炕了，他家就是一间小房，知道吗？就是半铺炕。他大哥结婚了之后，在大学呀娶个媳妇回来了，娶个媳妇回来要结婚，家里还没地方，没招了，把前边啊放了一张床，也就是折叠床啊，折叠床结婚了、嗯、啊，屋里非常的狭窄。结婚了之后要说他爹也不会来事儿，是不是啊？儿媳妇要入洞房，你这老公公不亲不离，你就溜溜子，是不是？等儿子入完洞房，乐呵你再进屋，过了后半夜再回来也中啊。他爹不得坐那小沙发床上，灯也不闭，就搁那吧嗒吧嗒搁那抽烟，嗯，看热闹。你这80岁抠窗户眼子，你不老没正事儿的玩意儿是？你也看不出眉眼高低呢，你说这儿子怎么往出撵你吧？大喜之日给你撵出去，让你心情不愉快；要不给你撵的，人家儿子这边洞房入不上。就这功夫，双方都着急。不大会儿啊，他儿子没招了，就说：“爹呀，你把灯闭了再抽烟吧。”像这一边，你就当爹的，你就或者当老公，你明白咋回事了，是不是啊？没有，把灯闭了，这家伙的叮当滑火，滋啦滋啦滋啦，一根接一根抽，没招了。他儿子气的，把慢正拉上了。人家倒是大学生，有文凭，也不吱声。人家儿媳妇都脱溜光，在那，人家就是开始住洞房了，没招了。他儿子就开始作诗了。一边二人抚摸，一边就作诗。你听你那诗做的真棒啊！说是高高山上两峻峰，一马平川有个坑，小溪不断长流水，圈圈长些毛毛松啊！他爹一听这话，正抽烟呢，扑棱就起来了。他说：“儿子，哪嘎风水那么好，等我死把我埋那得了啊。你可拉倒吧。这小连小你把我搂过相。来，这回再来当然啊。这回咱俩怎么办啊？啊，哎呀，说说笑笑、啊、说咱接着还往下说，这笑话有的是啊。我再给大家多讲几个啊。哎，再讲几个啊。笑话来自于生活，哎，这生活朋友们，就是你没注意，要是注意的话，哪天都可以出现一个小笑话。昨天呢，朋友们又跟大家出笑话了。昨天我是在来了几位朋友啊，一个朋友啊，因为过中秋节呀、啊、刚刚的过去，哎，这有几个朋友啊，就也是旅游了刚回来，哎，在一起呀、啊、相聚一下子，相聚一下子，我本来是滴酒不沾，昨天的朋友聚到面子了，高兴喝了两杯小啤酒，就把我喝多了。喝多了之后呢，我就去上卫生间去方便去了。正方便呢，旁边来个老哥，也搁旁边也不知道干啥，我正搁那呱呱呱方便呢。有个老哥搁那嘎子也上厕所，肚子也不认得好，到那嘎子放个屁。嗯，我就说，哎，我说你别起了，起我也不喝了，知道吗？哎呀，我还先起啤酒呢啊！不大会儿，这老哥在旁边哗哗哗哗尿尿，哦，我说别倒了，倒我也不喝了啊！这、哎，喝多了，喝多了。笑话来自于生，说生活当中啊，要是想的话，每天都可以出笑话，是不是？刚才想笑话非常的幽默，是吧？不知道连桥你遇没遇这种笑话？什么喝多过是吧？张亮、喝酒说了半天了，咱们两个已经说了好多好多了，也讲了好多好多了啊！有的朋友说了，那你俩能不能给大家唱两段？这么的，咱俩连唱再说一段，给大家唱一段，行不行？行，来这么的啊！啊，再唱段民间的改梁子啊，也来一段擦皮鞋，擦皮鞋啊，擦了皮鞋，来自于五湖四海的，给各位朋友擦了皮鞋啊！好嘞，来，有请我们的乐师来一段擦皮鞋。我坐在马路上，马路上我的心情多舒畅，我坐在马路上，马路上我的生意将开张，哎，生意多么兴旺，不论是男不论是女，不论是老头和少女，丫头来
上是位有钱的老白班，八个点共产党给的铁饭碗，我这吃一碗，我这盛的一碗，混的单位关了板，关了门不开响，使我光荣下了岗，回到家我这没钱花，蹲在马路把鞋擦，不怕冷不怕热，不怕挨累不怕饿，到骑驴三轮车，出租的士可真多，人人都在苦奔得，辛辛苦苦度生活，我的老婆孩子等着我，擦擦皮鞋挣两个钱，买点米面熬粥喝，大家都来擦皮鞋擦皮鞋，你说亮不亮，哎，双臂带动咱2.5块一双，哎，黑鞋油白鞋油棕色鞋油什么都有，大家都来擦皮鞋擦皮鞋，你说亮不亮，有南来的北往的山东的湖广的四平的吉林的通化烟边图门的大庆的永红的佳木斯到辽宁的营口的沈阳的丹东北西辽阳的抚顺的大连的锦州铁岭鞍山的湖北的海南的广西宁夏四川的辽源的站前的深圳澳门台湾的新疆的西藏的九七回归香港的朝鲜的越南的马来西亚苏联的日本的美国的罗马尼亚干国的印度的蒙古的南斯拉夫秘鲁的，大家都来擦皮鞋擦皮鞋，你们说亮不亮，我的双臂摆动2.5块一双，哎，我的黑鞋油白鞋油棕色鞋油什么都有，大家都来擦皮鞋擦皮鞋，你说亮不亮，哎，当兵的站岗的守卫祖国边防的抗洪的抢险的抗震救灾捐款的公安的法院的纪委检查统战的工商的银行的医院手术开膛的稽查的收税的大桥路口收费的公司的还有商场的矿山企业在岗的园林的绿化的卫生体育文化的邮局的电信的城管大队货运的供水的供电的计划生意医院的管账的管钱的专管解散带环的，大家都来擦皮鞋擦皮鞋，你说亮不亮，嗨，双臂摆动快点一双，那黑鞋油白鞋油棕色鞋油什么都有，大家都来擦皮鞋擦皮鞋，你说亮不亮，嗨，把门的卖票的拿着戏票找号的年轻的年老的都按照顺序做好的，听词儿的看人的行家看戏入门的听说的听笑的专看打情骂俏的说话的唠嗑的情妹领着情歌的探亲的访友的第一个眼神就走的叫好的捧场的